好，大家好，又到金哲老师的速读时间，一样订阅免费，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，把小铃铛打开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。对老师很赞赏，除了按赞的嘛，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把它分享出去，使更多人受益。健脑比健身重要。如果有什么建议，滑到最下面留言。如果还是有问题，可以加老师的 LINE， 老师的 LINE 的 ID 是0918568510。要进群的朋友也要加老师的 LINE 哦。那要记得敬业哦，老师会邀你到群组，并依你的问题拍成 YouTube， 并附上你的名字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差一个什么，就是一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哈，这个三杀下来，这个三杀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叫三三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 ，OK。那我们再继续吧。好，那再来呢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就八。哦，再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就八，继续哈、哦，连锁反应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就八，八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、哦、，OK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继续，这个一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、就一，好、哦，再来杀过去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就是一，好、哦，好，那还有什么哪边没有一？这个一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就是一，一也怎么样？bingo 了哈 ，OK， 那这个整个差一个多少是五 ，OK 啊，那我们再继续吧，啊，来再来呢看什么？这边是不是差五九哈？五九这边有九就放什么五？这边就放什么九啊？来，那这边也是差什么五九，这边有九就放五，五 bingo 了，九呢有九也 bingo 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今天所碰到的是麻辣的，或是你刚开始碰到的是图形的，看不懂多看两三遍一定看得懂。我们看速读的顺序是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，在图形的初级、图形的中级、图形的高级，再来麻辣。因为老师在解说图形跟麻辣的时候，用高级的手面法的进阶版。或是、哦、你至少要把怎么样初级、中级跟高级呢看完，或是你混合看都可以。谢谢大家。